林心如和霍建华两人也曾合作过几次，十年之友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小编又相信爱情了，不过他与霍建华合作过就没心如这么幸福了。而他就是曾经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的林伟君。林伟君曾经在事业也是如火如荼，人气超高，就高颜值让他圈粉无数了。可惜他被爆料经常劈腿，不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，最后还落了个劈腿女王的骂名。林伟君出道十几年，被媒体证实男友多达十几人，因此网友还给他制作了一个桃色蜘蛛网，只要网上一搜他的名字，跳出来的都是劈腿事件、公交等字眼。如今39岁的他却没人敢娶她，一旦女神成这般模样真令人唏嘘。看到他，小伙伴们是不是想起千金百分百这部电视剧？当时他和霍建华在剧中扮演一对情侣，后来两人被拍到一起吃饭，媒体猜测两人恋情从戏内延伸到戏外，但林伟君却说对霍建华不来电。不过还真是要感谢林伟君不爱之恩，不然霍建华又怎么可以和林心如在一起呢？